是在骑一次六六档回来的，啊，六六档那个路线。好，那这个骑车呢，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好，我们又可以过了哈，好，又可以过了哈，慢慢骑，加油，哇，旺旺，大家知道旺旺哈，哦，滴滴，好，不错，哇，好棒哈，今天小朋友真多哈，小朋友你们太棒了，哇，这个十二寸的小朋友，哇，小小车小朋友哈，十二寸。好，这个其实骑在后面慢慢的往前骑啊，是很棒。好，我们后面还有我们的店后的工作人员。好，最后店后是谁？曾家贤。